应该觉得没有压力吧？我所谓压力就是说，之前没听到没关系，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对不对？每一次呢都可以有新的重点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的主题呢，我不晓得各位有印象吗？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什么？跟各位分享的是所谓的潜意识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又准备了一些重点要来跟各位介绍的。OK， 那我这边呢就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在什么地方呢。OK， 好，我先切换一下画面好了，各位不好意思哈，三、二、一。其实今天不只是很单纯的跟各位介绍说，哇，那个教学讲义怎么样制作？我们也希望呢，也可以在过程当中跟各位老师们介绍很多有关在 EasyGo 也好，或者是自由软体的作业系统 Linux 底下的一些相关软体的应用。所以我今天呢，事实上呢，我准备了两个软体要来跟各位做介绍。首先呢，我把这些内容放在这里，所以各位有看到去 www.autopage.com， 然后写的 WeBo。这个没有放在 Wiki 站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介绍的这几个它并不是自由软体。那因为我们那个 Wiki 那个网站放的都是以自由软体为主，那为了避免大家混淆，那我们这里面主要的都是跟自由软体有关。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自由软体跟免费软体最大的不同了。其实我个人的认知是这样，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自由软体它通常它的程式码都是公开的，有没有？这是第一个不同的点。然后第二个呢，它通常呢还允许你可以去对它的程式做修改。第三个呢，就是它还可以让你扣在光碟里面跟你的朋友分享。但是不代表说这样子，那免费软体虽然没有我刚刚提到那些特性，就不代表说免费软体就比较不好哦。我们不能够这么说。所以我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几个非常好用的免费软体，像这个 Pinpin，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体呢？其实这个软体有点类似像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我们之前好像有介绍一个软体叫做 XMind， 我把这个画面呢回顾一下，让各位有一些印象。各位你看我们之前呢，曾经在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跟各位介绍有一个软体叫做 XMind。那我们之前呢，把这些相关的资源放在这里。好，现在连线刚好有一点慢，不过没关系。直接试试看，如果我在这边直接用 key 的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我是要让大家看它的官方网站。各位有没有印象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软体计划，它是这么做的就是软体本身呢，它会把它分成两个版本。所谓的两个版本是这样的，就是一般使用者你可以免费的下载，有没有看到？那如果你是一些商业用途的啦，或者是有一些特殊应用的，OK， 它这边呢也有一个收费的一个版本。就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般的使用者，事实上呢，你用它这个软体的基本功能就可以满足各位了。其实坦白讲，我们还蛮感谢这个软体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轻易的去使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也会考量到商业公司他们经营上面的考量，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慈善事业，所以他们呢针对特殊的需求者，他会有这样子的规划。各位，你们觉得未来如果很多软体朝这样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吧 ？OK，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软体，有点类似像那个 XMind 那样的一个模式哦。你看，就这个软体本身，它有一些介绍，会跟各位介绍说，哇，这里面呢，我们有各项功能，它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介绍。好，那你有没有看到100%free 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点一下 download here， 你可以点这里，你也可以点这个地方。那当然你会发现它有两个版本，你点一下 download， 有一个 home freeware， 也指的说你要是个人的使用者，那就是一律免费的。如果你是商业用途的话，那可是要收费的。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各位你不觉得，尤其我们在从事教育推动，一般的学生大家都是个人的使用者，而不是商业的使用啊。那如果这些工具可以让所有的学生要学习的时候都可以轻易的取得，这总比我们为了要学一个软体，然后想办法弄到一个盗版，那种感觉来得好多了吧？各位了解哈？那至少这件事情是公开的哦。OK， 我就开放了一个免费的版本让大家来使用。那这里头呢，你基本上呢，如果你没有特殊的需求或者是商业应用的需求，它就可以满足各位了。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
OK， 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如果你要下载，你是不是可以直接透过这里下载？那现在呢，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要来跟各位谈的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用这个例子来跟各位做分享呢？因为好，我先把它点到，你看我先把它点到 download 这里哈，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个人使用的，那我点一下这边，那当然它就会到我们的下载的页面啊，哎，好，你看，感谢你的下载。感动吗？太感谢我了，各位。重点是这里，我今天要跟各位延伸介绍的一个观念是，很多人呢看到这里说，哎，孙老师，那这个软体它好像只能在 Windows 底下使用，哎，各位有看到？因为今天这个课程呢，我还要给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很多人讲说啊，我们使用 EasyGo 的人，使用自由软体的人哦，当然就是跟 Windows 差不多高，最多好，好像就撇得很干净。但是各位又知道啊，在 Windows 的世界不是有很多很棒的软体吗？像这个 TikTok， 它本身也是在 Windows 底下非常好用的一个适合老师们在教学上面应用的一个软体哦。可是问题是，它好像没有 Linux 的版本吧？没有 EasyGo 底下的那个 Linux 可执行的版本，对不对？有看到吗？哈 ，System Requirements， 系统需求。可是我们现在的电脑是 EasyGo， 也不是 Windows， 好吧，各位，未来又要用这个软体。那我们就要去 Windows 吗？当然你可以这么做，你也可以不用这么做。哎，事实上，我们现在要跟各位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 Linux 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各位，这个技术很有意思哦。这个技术的名称呢，叫做红酒 Wine， 把你的电脑灌醉，它就 Windows Linux 傻傻分不清楚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计划名称呢还蛮特别的，各位去想象一下，这个计划呢，它本身呢就是要让各位哦，它这个计划本身就是让你的 Linux， 让你的 EasyGo， 让你的自由软体的作业系统也可以去执行 Windows 底下的程式。哎，各位，这样子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使用了 EasyGo， 我使用了 Linux， 那我以后是以前我在 Windows 里头一些很棒的游戏啊，很棒的一些东西就不能够用了吗？当然喽，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Wine 这个软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不是百分之百能解决，毕竟微软它一定有它自己独门的一些东西吧，有一些专利的东西吧。但是有很多软体不需要用到特殊的专利就可以执行的，那 Wine 就可以帮我们做到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那我这边呢，跟各位老师们介绍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要让各位知道 EasyGo 的好处，就是我们也考虑到各位这样的使用需求。所以各位老师，你知道吗？当你是第一，哎呦，怎么有这张照片？好好好，为了避免影响各位的画面的观瞻，我把它删掉好了。各位，你们看到 EasyGo 预设有帮各位做一个东西，我们已经帮各位把外装好了。那换句话说，以后哦，你到网络上面看到了，哇，这个软体很棒，但是它只能在 Windows 底下执行。各位，先别急着切到 Windows。EasyGo 呢，已经预设了帮各位模拟了 Windows 可执行的状态，我们呢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照着 Windows 的使用思维，快点两下执行看看。真的吗？我们马上来试这件事情，好不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马上操作给各位看。记得哦，下次你看到你喜欢、你想要安装的软体，虽然它只有告诉你说，哎，它只能在 Windows 底下执行，各位不用急着切到 Windows， 试着在 EasyGo 安装看一看。马上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各位能看到我、没关系哈，这里面的连结我先操作完再给大家看。好 ，Click here to download， 那我们有没有看到？那我就点下去。好了，各位有看到副档名是 EXE， 有没有？好，我按一下确定。哎，记得哦，不要用压缩管理员来处理哦。有没有看到储存档案？哦，这个很关键哦。好，按一下确定。好，那我们就预设把它存到桌面上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哎，它就会开始下载，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软体就要下载了。你会发现很特别的是，它的副档名是 .exe， 有没有？这就是 Windows 底下的程式哈。好，一边下载呢，一边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刚刚做的事情。还有各位，待会呢，你们记得哦，你跟我一样，我今天呢就不是把它放 Wiki 站的，因为我想说这个并不是自由软体，我就把它抽移出来，我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地方。那这个网站蛮特别的，因为这个是一个 Web 2.0 应用的网站，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我的网路上面的白板哈。因为有些时候我上课或演讲，我想说要告诉大家某些连结，那因为我自己又没有在加部落格，那我也没有在用 Facebook， 其实我一点都不像在玩电脑的人哈，因为都没有那些东西。
好，所以我就另外申请了一个像这样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好处就是会连到这里，你就会看到我今天教学想要放的东西。那我就把这个连接放在这里。所以各位老师，你们第一个连到这一个连接 ，OK， 连到这个连接，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看到这个画面呢，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 PicPic 这一个软体。那你可以点下去，点下去之后，你就会可以看到。PicPic 这个软体，你会看到哦，这边有一个简介，让你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软体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哎，各位，它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我快速的讲一下好了，它可以编辑照片，哦，你看这是它呈现的提供给你的功能，它可以编辑照片，选画面的色彩。哎，有一把尺嘞，各位老师，如果未来你在上课需要用到一把尺的时候，它可以做到哎。第三个呢，它有放大镜的功能哎，还有呢，各位有没有看发现它有量角器哎？哇，各位老师，如果你在教数学课的时候，外面荧幕要出现一个量角器来量角度，它也可以做到。还有啊，你可以卡画面，然后呢，之前我们介绍的都是网页的，用 Firefox 来卡画面嘛。那如果我今天用的软体不是 Firefox， 我怎么卡画面？这个软体可以做到。还有刚刚国璇老师介绍的白板的白板底的功能，它也有哎。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整合性非常强的。那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单元的设计？因为我要跟各位讲的是，我们虽然在推动自由软体。但是我们不是洁癖到说，哎，这个软体不是自由软体，我们就都不用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在推动这些软体，为什么会以自由软体为最优先的首选？因为它的公共性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商业软体公司，它虽然不全然的把它东西用公共化的来处理，但是它却也很友善的把它的软体释出，让更多人可以去轻易的使用。那这个我们当然很值得鼓励哦，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软体。那待会呢，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到 download 这里，你可以直接点这里，或者是 home freeware， 那就表示说哦，原来我这个软体在 Windows 里哦，我这个软体呢是个人的使用，是合法的，而且呢它确实是 free 的让大家来使用。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就 download installation？Installation package 按下去就可以了。OK， 好，那我看一下我这边是不是已经下载好了？哎，我刚刚的下载的页面，哎，90%几了。好，好吧，剩下这几秒，哦，剩下10秒钟。好，我下载完装好再给大家，我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过程。你看一下接下来的思维像不像在 Windows 里头在做事情啊？好，6秒，好，我现在倒数5秒啊。OK， 所以你看哦，各位。使用 EasyGo 的好处是 Windows 底下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应用哎，好，已经下载好了，有没有看到？那这个下载好的东西在哪里呢？左面有没有看到？像不像在 Windows？ 各位，我们一来到 Windows 就是这样操作吗？下载好了之后呢，各位当然是快点两下喽。哎，快点两下，好，那我来确认一下，因为刚好国璇老师这一哦 ，OK， 没关系，我应该可以直接。因为快点给他照道理，他我刚刚说，因为我们的电脑有装 Y 这样的东西，那这里刚好可以给各位一个观念。你看我快点两下，怎么没有出现像以前我们熟悉的安装画面呢？各位有发现？照道理快点两下之后就会出现安装，然后下一步，对不对？竟然没有哎，怎么出现了一个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好，各位其实不难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观念。你打开了之后，你任何一个软体都是一样，你快点两下没有得到你的预期的时候，你就按右键。你有看到第一个哦，就是你快点两下，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哦，快点两下，他就用压缩管理员把它打开，难怪他在帮你做解压缩的事情。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跟各位介绍了吗？我们说我们有装一个东西叫做 Y 啊，这到底他用 Y 来协助我才对啊？哎，太好了，旁边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叫 Y？ 好，那我就用 Y 来执行看看喽，各位。OK， 点一下它。换句话说，我现在去告诉电脑，你用 Y 来开它，就这样子。好，这个观念事实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了哈。OK， 越来越熟悉的画面了哈。啊，这个时候也许会，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像不像 Windows 的感觉？像哈。好，接下来就用 Windows 的思维吧。下一步，我同意，不同意也不行了哈。OK， 那你看一下上一页，你看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像这样的一个授权方式，就是对个人的使用者，你可以很自由的来免费而自由的使用，有没有？还蛮不错的吧哈。OK。好 ，I agree。然后呢，安装，然后下一步，所以我觉得好像在 Windows 里头，你看还支持联系里面的 Power Files 里面的 Pick 吗？好 ，Install， 因为它已经模拟了一个支持联系了。好 ，Finish， 耶、yeah ，我们来看一下 ，Token Error， 我们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哈。好，它这个是读我档案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 ，OK，
反正呢 ，Windows 的使用都是要下一步下一步，反正有按钮就按按钮就对了哈、哦，按钮都是按最右边那个按钮哈、哦。好，到底有没有安装成功啊？好，至少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安装，是因为 EasyGo 有装了一个东西叫做 One， 对不对？哎，有没有看到 Programs 这个软体吗？哎，有没有看到 PP？ 哇，真的有哎，各位点开来看。里头当然就不需要 Y 的，那 Y 这次程式是做什么用的呢？我点一下它、哦、各位这些英文字你一定看得懂 Y 呢，可以让你执行 Windows、哦、这个完全没有那个文法的顺序的问题和其他的作业系统，然后呢，有了 Y 你可以安装还有执行这些应用软体，就像你在 Windows 里头一样，各位这就是 Y。那你已经在 Windows， 你当然不需要它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个软体呢，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在 EasyGo 啊， EasyGo 又不是 Windows， 可是我今天要安装一个 Windows 的软体啊，怎么办？那就要装 Y 啊。那你一定会想说，那我的 EasyGo 有装吗？我刚刚有跟各位提醒说，有啊。我们 EasyGo 的好处就是帮大家都整理好了，有没有？ EasyGo 已经帮大家，你点应用可能就看到 Y 了，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那当然喽，我说这个部分它一直在更新，自由软体的棒的点是。它一直都会有新的，你看我装的，因为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教室里面可能还没有在升级。那我自己的呢，是用9.1版有升级过一遍的。你看我现在我的电脑哦是1.3.26，那你看官方网站，它现在呢已经又到了1.5.1了，哎，所以你发现还蛮感动的。因为自由软体你会发现，哇，有一群人都默默的在帮大家处理这些技术上面的问题。也许旧的版本它可能会像刚刚这样有自行的乱码哦。那至少都已经看到了，你用新的版本，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哎，那你会发现这些技术是一直在进步的。以前我觉得有些人很可惜，在使用自由软体第一次遇到问题啊，就不再去碰它了，却没有想到说，哎，搞不好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有关心这件事情的话，你应该会很感动。这些事情不是你在解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一些志工在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现在你会觉得很感动。好了，那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我已经安装了这个软体了。那它会长什么样子呢？各位，你看哦，这里头呢东西就放在外面哦。那各位安装好了之后哦，各位有没有看到 Programs 里面呢？哎，就看到这个了。那我把它点开来，对，我们来看一下。那当然，我现在就不展示安装的过程了，因为刚刚大家都已经看过安装的过程了。装好了之后，哎呀，这个软体跑到哪里？跟 Windows 一模一样。你安装好这个软体哦，你一执行之后，你注意一下它的图示哦。Y， 它的图示呢长这样。有没有看到？好像是一个画板，对不对？还有一方面，装好了，对不对？在上面。有没有看到它？是小丑。小小的在这里。那你以后呢？你只要点一下它。哇，有没有看到中文的？各位，这个软体呢？非常容易使用，它的功能呢，各位够白话了，然后就这样子，你只要看得懂这个，你应该就知道这个软体在干嘛了。第一个，你要卡画面，有没有？那我们在教学上面需不需要卡画面？当然是需要的啊。但是我们上一节课跟各位介绍的那个 Ocean Screenshot 的那一个软体，有没有？那是在 Firefox 里头才能够做啊。可是未来如果不是在 Firefox， 你要怎样去卡一些全部的画面？上一节课又介绍的是一个录影 XBIDCAP， 有没有？那个是录影的啊，那这个如果我只要单纯的卡某一个操作的图，有没有看到荧幕截取？这边有各种方式可以做到。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呢，好吧，各位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卡某一个画面，我先把我要的画面先处理好。比如说，好，那我今天要做的一个教学，好，假设我今天要卡的画面，我要告诉大家，哎，待会哦要选这里，可以看到、哦、我要卡的图是在这里。各位有没有发现到，甚至还可以用矩形区域哦，按下去，各位有没有发现，哇，这个软体它会提示你，哎，就是按这里，对吧？哎，这样呢，它就已经帮你做好。然后呢，你接下来就可以再做加工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了吧？那这就是这个软体很特别的地方，它有各种截取的方式，所以呢，你只要点这一颗钮。荧幕截取各种截取的技巧你都可以看到了。那有些老师在卡一些视窗，有些时候我们在卡一些视窗的时候，哎，好像没有卡得很准哦。比如说像我现在呢，我就把我的视窗就是用这样子，啊，我只要这样子的一个视窗。那这里面呢，你会发现视窗的控制项，还有卷动视窗、G
矩形，我刚刚用的矩形，然后还有手绘不规则的，还有重复上一次的截取，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应用，比如说视窗的控制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先列举一些好了，比如视窗的控制项，这里面呢有那么多的操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选择的是这一个呢，视窗的控制项，好，他刚不请到我哪里的画面好啊？你刚应该开一个对话室，好，待会儿再修一下这个，我先把这一讲完好。各位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截取方式。我先直接让各位了解，你看，有些时候我们要挑一些画面当中的色彩，直接一点哦。尤其我们到时候要做网页啊，或什么，这就很大的帮助。做网页呢 ，HTML 有没有？你刚挑的那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它这边就会显示给你看，那你还可以再去选。哦，我要的是这个颜色，一样它会把它挑出来。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它这个功能是这样子。然后呢，另外各位有没有看到色彩选择器之外，还有调色盘？调色盘就是刚这个了哈，跟它有相关性。然后再来，各位有没有看到萤幕放大镜？因为有一些老师们在使用我们 EasyGo 的时候，他的电脑可能没有支援 3D 动画，可以把视窗变大变小，那没有关系。还有萤幕放大镜，那这个好处呢，就是下一次呢，你可以哦，透过这个方式，然后比到哪里，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显示在这个地方，各位了解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萤幕放大镜。然后还有哪一些呢？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看到尺规？哎，各位，它有一把尺，你可以把这把尺拉出来。下次呢，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当作老师在教学上面要告诉学生哪边到哪边的大小？甚至呢，它这个地方呢，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像素的点，从哪边到哪边，它的像素是多少，几个 pixel？ OK， 这个在做图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好，这个地方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好，我按右键可以把它退出。然后还有哪些呢？各位有没有发现还有量角器？哎，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的夹角，好的，好，看好。各位有没有发现，你的做法是先点你要的角度。假设我要看这一个角度，那你就要先点角的地方点下去。那我先点这个角，然后呢，延伸到这里。好，那我就点一下。再来呢，这个夹角是多少？哇，各位不错吧？下次你在上课有天教学，原来是129.39度呢。对，不错吧？原来这个夹角是这个样子，可以吗？那刚好在上课，比如数学课或什么的，你就有这个工具，可以呢来做一个介绍。OK， 好，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还有哪一些呢？各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有白板。这不就国权老师刚刚大概跟各位提到的一个功能吗？哇，太好了！有没有看到有这一个工具？哎，换句话说，它有个白板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刚刚国权老师在介绍的时候 ，OK， 你可以看到我点一下白板的这个工具。那它这边呢，你可以选择这一支白板笔的颜色。好，那所有的操作呢，你可能要点到它这里。那当然了，你也可以划线。此外，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有哪一些的功能。OK。那各位你可以看到它也有放大镜的功能啊，缩放，各位了解哦，按右键呢它就缩。那这个是针对如果你是在 Windows 里头的使用者的话，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透过这个软体来做放大的处理。好，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好， OK， 那再来各位可以看到白板还有哪一些哦，快点大概讲一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刚刚我们用这一支笔画都不是很直，对不对？能不能够画直一点？就这样，各位有发现？而且它这个还是画箭头，比如说这个箭头，那我要它的颜色是，好，目前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我要的是它的颜色是红色的话，还好。我不晓得为什么它这个颜色。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好，待会再来设定那个颜色。我选择这个箭头的形状，开始跟结束，箭头一，还有箭头二，圆形、菱形的。OK， 好，那我先试试看好了。好，我选择了这个箭头画下去。哎，各位还不错吧？哈，至少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然后呢，在教学上面呢，你就可以在画面当中直接做一个引导，这是教学画面的一个处理。各位还不错吧？哈，其实这些功能呢，应该还蛮直觉吧？那接下来它这边就有各项的选项设定。所以如果以这个软体来看，你看你目前去档案名称，比如说你插完了图之后，这个要如何，然后呢，你做的图之后储存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这些软体它本来是只有在 Windows 里头能够执行哦。可是呢，我现在的展示是让各位看到说，哇，原来我们今天介绍这个东西，在 Windows 可以执行之外呢，其实 Go 底下也可以安装起来耶。那使用方式呢，很简单的吧，最要的功能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好，我把画面呢先切给各位老师，大概知道一下。好，那当然是电脑的设定的关系哦。那我想待会课后我们再跟国轩老师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下次再跟各位讲。哎，为什么我们教室里面电脑装出来的时候是乱乱的？字是正常的吗？你的字是正常的。OK， 好，老师。正常，但是后来有装上去的那句。有装上去，但是字是不正常。嗯。对，好 ，OK， 就是字怪怪的嘛。字是乱了，好，没关系，那个我们再解决。那各位老师，我今天还有准备了第二个例子哦，各位有没有看到 ？Faster Stone， 这里呢再给各位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哦。刚刚呢跟各位介绍 TikTok 的时候，是让各位了解到说，哇，原来在 Windows 里头有一些很棒的一些免费软体，在 EasyGo 也可以执行哦。另外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这个软体呢是我之前在做讲义的时候我都会用的一个软体。那这个软体呢，它本来是一个免费软体，那后来这家公司呢，它到了 5.3 版以后呢，某一个版本以后，它就开始哦，新的版本就开始用只有单纯出收费的版本。那当然我们也祝福它啊，就是有更好的发展。那有一个网站很特别，这个网站呢叫做，各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到这个网站来看。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发现，常常有一些软体哦，它早期出来的时候都是推免费的版本，让大家自由的使用，对不对？那后来大家大家觉得蛮好用的，好，这个软体也更成熟了。那各位，我们当然祝福这些软体公司哦，它有可能会想要做一些转型，它想要在新的开发出来的版本就开始收费了。因为我们当然祝福人家，我们也不能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以前不跟人家收钱，之后要给人家收钱，对不对？好啊，那你不想要收钱，那你就去用旧的版本吧。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有一个网站呢，就在做这种事情，有没有看到 ？Old APPS 有没有看到？旧的应用软体 ，OK。那这个软体呢，非常棒哦。它这个网站呢，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 Windows 的啦，苹果电脑的啦 ，Linux 的啦，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哦？就软体的发展，我们当然知道，一直都有新的软体推出啊。但是有一些旧的软体也不错用啊，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以前旧的软体就可以满足各位了，那这个网站它都帮各位收集好了。好，那我刚刚跟各位介绍那个软体是我以前用的，你看哦，我在网路上面哦搜寻给大家看，很有意思哦。那个软体的名称叫做 Faster Stone。好，那你看一下网路上面都怎么样在写这一个，有没有？最后的纪念，你看哈，有的部落格还在写这个，哇，这个软体是一个非常棒的啦。好，你看，比如这个是很多部落客哦，在写电脑，电脑网络这些部落客，还为了这个写了一个文章，有没有？最后的纪念，你看这个软体非常棒，它到了5.3版免费版到此为止，以后呢，它开始收钱了。好，各位，你看大家很怀念这个软体，那就看到有的人想说，哇，我支持你，我接下来就花钱买，对不对？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厂商哦，他做这样的事情无可厚非，我当然祝福他。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哈、哦？但是有一些网友呢，他可能觉得说，可是我觉得用以前免费版，我就觉得很好用，很够用了。你当然可以继续使用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哈、哦？好，那这里我就不跟各位多说了。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支持这个软体，你当然可以去买它最新的版本 ，OK？ 那如果你觉得哎，它之前提供给各位的免费服务，你就觉得很不错的。那你可以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网站来，也可以找得到它哦。像我刚刚不是提到 Faster Stone 这个软体吗？哈，好，那这个软体呢，好，那我就一样，你可以在这边搜寻，有没有看到 ？Search， 那当然它这边就会找到哇，之前你看 Old Version， 各位，我是旧的，可以吗？那旧的版本呢？其实它最免费版只有出到 5.3 了，5.3 以后就开始要收费了。好，那刚好太好，这边有一个 5.3， 对，不错哈。各位 5.3 版，哇，太好了，你们看到 download， 太棒了。OK， 那你们发现这个软体也只能在 Windows 底下执行，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要跟各位强调，以后看到 Windows 底下才能够用的软体。各位，你要这么就放弃了哦，因为你基本上呢还可以去安装使用的哦。好，
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我刚没点到吗？哎，在这里哦。OK， 我点了 download， 它就旁边这边就有这个，有没有看到？下载下来只有 1.14 MB， 很小的一个软体，非常好用。好，哇，你看，你刚看到出现这个画面，看一下确定储存档案吗？好，下载下来，哇，这个档案很小。那这个呢？这个软体呢也是一样，就是在我们做讲义插图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方便好用的软体啊。来看一下，会下载下来吗？有，在这里，好、哦，下载下来了。那下载下来，它是一个压缩档，当然压缩档我们要解压缩喽。在 EasyGo 里面呢，解压缩你最好的做法就是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按两下，快点两下有没有？然后呢，它就会出现解压缩的画面。各位有没有看到解压缩这三个字？按下去，好，确定，这样就好了，可以吗？好，哎，这个软体在哪里？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又是一个.exe 的执行档，这个软体比较特别，它不需要安装，你只要快点两下。对，看哦，哎，有没有看到这个软体就出现了这个功能？对，它是在 Windows 里头才能够执行的软体，你看在 EasyGo 也可以用哎。马上示范给大家看，这个软体有哪些很棒的地方呢？比如说各位老师，下次你要做一些教学，像我刚刚不是提到那个自己画矩形，它这个也有这个功能。好，各位可以看到，我直接。哎，有没有看到？啊，因为我之前我给它设定隔五秒，它就会这样。那如果说我要再更多一点的画面呢？比如说我今天要卡的画面是比较复杂一点点的。好，我今天呢要卡的画面是告诉人家怎么样用那个美容美发的这个软体，好，发型彩妆。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软体打开来？然后我要做软体的教学嘛，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开启一个范例影像，好。那各位。哎，我开启了这个了，那我要教人家说，哎，这个软体怎么样使用？如果我单纯只是要卡这个画面，那各位，你有发现这几个功能？第一个，如果我只是要卡视窗，啊，我把我的设定调回来，因为我之前我把那个设定啊设定成隔五秒，我之前有设定那个隔五秒，好，我把它关掉了。好，等一下啊。OK， 我们很快来介绍一下，下次你要做讲义要卡图的时候。它好，对，我们看到第一个，按下去，好，这个直接卡了这个，好，那我现在呢，如果要卡的，我用这个，点一下画面，奇怪了，为什么我现在卡图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好，把它再把它叫出来啊，好，它现在是，我刚没有按确定吗？我刚刚的设定，我再点一次设定。好。选举。这样啊，我把这个软体再重开一次啊。我发觉我刚刚。我先让各位下载下来好了，好不好？我再来操作。各位，这个软体呢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体呢，就我刚跟各位提到的，有没有？如果各位有兴趣，我这边也有帮各位网络上面有一些线上的参考教学参考，你也可以点进去看。这个 FaceStone 点下去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的。看到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载了，可以吗？好，画面先交给各位。现在这个地方只是让各位看到说，哦，原来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然后呢，来加上一些文字啊，或者一些效果。那这个当然我们还可以事后再做一些处理。我这个地方把它选颜色好，选红色。各位了解我意思啊？好，假设这是我的第一步骤，那接下来我要继续第二个步骤，调整大小。第三个步骤 ，OK，
那当然那个大小哈，就会比较特别有印象。啊，老师，你的手机哦，太酷了！好好好好好，我想说奇怪，怎么出现了怪声？奇怪了，为什么是三？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好，好，没关系，我先让各位看到，只要当我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各位你看，我还 OK。那这个图就可以各位了解我意思了、哦、那这就是它可以让你额外的加上这些设计，有没有发现还蛮方便的吧？那有些时候我们的页面呢可能做的比较大，当然你真的做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存档、你可以把它存在桌面上，这个就是我们做讲义的时候会它的一个图啦、那预设呢它就在桌面上，好吧，我自己把它存档。那各位有没有发现我的桌面上就会有刚看到的这一张，我要贴到 Word 啦，贴到 Writer 啦，我们都还可以再做后面的加工。那另外呢，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事前已经做好的图，事前已经做好的图，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啊，这个图我刚刚没有做好，我要再继续加工。各位你会发现哦，它很棒的一点是什么？你还可以再把它拉进来，你还可以再把它拉进来，它就会看到这里了。各位了解我意思？啊，假设我今天要卡的图，我没有要弄那么长，我可能要局部的。各位你会发现哦，它这个软体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假设我今天呢做了图哦，我可能要的图，因为荧幕的关系哦，我可能只要小小的一个范围。假设啦，我今天在做教学，我好像只要这样就好。好，假设我只要这样就好。那当然哦，我们刚刚说裁剪就到这里，但是呢，我又怕人家以为我的画面只有这么大。各位有没有发现，它这个软体还蛮不错的，就是你要去制造边缘撕裂的效果，表示右边下面还有没有？我们是常常会有用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你看，我还在应用。哎，不错吧？你看哦，我在把它存档。好，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呢，我在做的这一张跟第一张有不一样了？因为我要放到我的讲义上啊。各位，你不觉得这个边缘撕裂的效果还蛮好的吗？有没有？如果觉得这个还不够好，那我还要再做别的。各位，你看哦，这个地方非常棒的是。给各位看，所有未来各位的图，只要拉到这里，你就可以去做加工的。那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这里的功能，第二个就进阶的有一个做这个功能，你可以进去做里面呢，继续做一些加工的处理。那这个边缘撕裂效果就是在这里，那边缘撕裂的效果，你可以选择你要没有撕裂的，还是没有撕裂的。各位这就是没有撕裂的，然后我直接按应用，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效果吧？各位看到边缘直接让它浮凸起来。OK， 各位，你看我的大屏了。好，各位。OK，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次做的这个讲义呢？这一个图又跟刚刚不一样了吧？因为它边缘呢是做了什么处理？阴影的处理，有没有？上一个呢是这个样子，那是原来的呢是这个样子。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哈？好，这个是我会跟各位推荐不可错过的一些。很好用的免费软体。好，画面切换给各位哦，各位好好的体验一下。那我们今天原则上呢，就介绍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